对，上次谈到那个生命现象的部分，还有什么问题？好。你要考虑之后可以转移到一些空间。好，那个，那还是从代谢这个观点来去讨论，因为就是代谢基本上呢是细胞内的各种化学反应，对，所以呢，基本上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就会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要进行化学反应，你要反应物，合理的预测，如果这个反应是可以发生的话，反应完它会产生特定的这个产物，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我们有强调过，因为生物体内在进行的化学反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我们需要降低到生物体内的环境可行的化学反应，所以绝大多数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呢，都需要酵素这个角色的存在。好，然后接下来再延伸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些参与化学反应的反应物，为什么生物要拿这些东西来发生反应？第一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在于，你拿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我们就有提到，其实光合作用的话呢，有双重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它代表的是生物在把光能转变成化学能，因为对生物来讲比较有意义的能量是化学能，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意义才会是谈到那个有机物的形成，对不对？好，那有机物的形成呢，又可以去衍生出一个，就是说你要做生物体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些材料。所以这些参与反应的化合物里面呢，同时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生物需要利用这些材料来做出细胞或做出生物体。好，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生物到底需要用到哪些化合物？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约的比例来看的话，生物体内含量最多的东西是什么？你们都对过这个？生物体含量最多的是大约占70%左右的水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剩余的东西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区分成两个类别，就是所谓的有机物跟无机物，对不对？然后所以接下来再往下区分，大部分水分以外的大部分基本上占比较多的是有机物。然后占比例比较少的是无机物。好，数字不重要，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写了。就是大概我们用圆饼图稍微去区分一下它的相对重要性。然后，课本是用一个柱状图。好了，因为我难得翻一下课本，那个第五页那个地方。啊，有兴趣自己加。好，那因为不同的生物基本上在这个地方的比例其实落差还蛮大的，比如说如果你有没有被水母蛰过？水母，海边玩的时候，主角被粘上一只，水母死掉之后啊，那个齿感像什么呢？水母死掉之后就有一点像有用过透明胶水吧？你们搓过透明胶水？水母死掉之后大概就像这个样子。因为体内大部分都是水，所以剩下来的那个蛋白质的比较多这个部分，但它死掉之后呢，就会有点像胶水一样，所以如果你以后有机会碰到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所以这有机物、无机物当中，你们以前应该至少背过、记过四大有机物，
主权生物的有机物当中，糖类应该听过，对不对？然后蛋白听过，脂肪听过，不过比较好的说，如果我们扩大范围来看的话，最好是讲脂质。OK， 那 DNA 听过，对不对 ？DNA 基本上是属于核酸。维生素应该在电视广告上常常在听，那维生素基本上也是属于有机物。OK 哈，所以我们一般谈生物体内五大有机物，大概就是这个，糖类、蛋白、脂质、核酸、维生素等等。那每一类各自都还要涵盖非常多种类型，所以跟生物有关的这些有机物的话，它不只是种类多。那每一个小类别里面呢，还有各自同性质的这个化合物里面还一大堆。那无机物当中其实很难举例，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就是比较大量在使用的，然后跟微量在使用的。那生物体内大量在使用的包括像什么，我用举例的方式就好了。比如说阳离子当中呢，蛮建议你起码把前三名稍微记一下，把其他少量的送到粒子再多多少少留一下。钠、钾、钙，这是阳离子使用量前三名。然后那个要补血的时候，通常要补哪一种那个矿物质？补血的时候，一般会建议多摄取一些铁质，然后。真的哈，所以碰到一些感觉有特别去提到的地方，那你就多多少少地去留意一下它的重要性。像叶绿素，叶绿素本身是一个有机物，可是叶绿素呢，它会用到什么？它会用到镁离子，类似像这样的情况，这样可以理解吗？我现在只是把一些比较普遍使用的。那巨量当中呢，一般在生物体内用量也还蛮可观的，叶绿素当中，像氯离子。像那个磷酸根，像碳酸氢氢根这种很常见到的，然后硫酸根等等，大家都还算是你熟悉的范围，所以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微量元素里面呢，以前有一个广告其实还蛮好用的所以就不写了，就是以前那个唱歌仔戏的不是在卖一个那个微量元素，就是美心同盟，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如果你曾经看过这个广告的话，其实它补充的就是微量元素，但千万不要因为它微，所以觉得它不重要。事实上，动植物包括农作物啊，他们都有一些研究的显示，就是像农作物有时候它是长得不健康那你就觉得我的施肥也够，对不对？土壤条件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温湿度没什么太大问题，怎么这个农作物长得还是不是很理想有时候就是少了那一些重要的微量元素。人体也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比如说某些微量元素，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比如说像那个摄取锌，那你不要因为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就大量摄取，因为它毕竟挂着一个微这个字眼。这个就不写了因为它在哪个地方用到，我们依例子来看，因为重点是放在整个大的格局上面。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无机物。当然，如果你要把水加进来，水是有机还是无机？有机、无机。无机，好。所以，如果你现在谈说，生物体内是有机物比较多还是无机物比较多？无机嘛。无机。对不对？假设你没有事先扣除掉水的话，那当然是无机物最多。那因为水占的比例比较大，我们一般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基本的环境，这样 OK 所以一般在讨论上面呢，溶剂可能会先抽掉，然后接下来再讨论溶质所以水不看的话，那就是有机物的组成会比无机物多很多 ，OK 然后各自有它的重要性各自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生物体内果然需要用到的材料这是超级无敌的复杂。对不对？那这么复杂当中，一般来说，这些无机物通常就直接以它原来的样子取得。比如说你在吃食物或者是饮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就取到这些阴离子、阳离子呢？就有可能，
所以一般无机物呢，代表的就是说，在自然界或者是透过某一个生物，然后我们拿到了，那我们大概就是用它原来的形式去利用。可是有机物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我上次已经提到一个了。你今天吃的三餐的食物里面，对不对？不管你吃的是淀粉、肉类等等 ，OK， 我们还是要经过消化系统做什么处理？你淀粉还是要分解，对不对？肉里面的蛋白质要分解，脂肪要分解，所以我们是先把这些食物的养分分解成最简单的形式，然后呢再吸收利用。OK， 我们分两个环节，一叫吸收，好，因为处理完分子量比较小，所以方便细胞拿进来利用，对不对？接下来那是吸收的部分，拿到叫吸收，对不对？转换叫利用。如果我们今天拿到了氨基酸，然后接下来呢再利用这些氨基酸制造属于我们身上的蛋白质，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用到它，可以理解吗？好，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在有机物当中，你常常会看到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哦，那换来换去当然是有意义的，哦，不是随便换来换去，因为细胞的资源是有限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哦，不会随便乱换，哦，好，所以这么多当中，我们就先从那个含量最多的，哦，先开始来谈，哦，就是水，因为这个部分呢，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OK， 水分的组成基本上非常简单，哦，就是一个氧，然后挂着两个氢。所以，如果你去看，你们有没有画过水分子的结构？两个氢，好，两个氢跟一个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OK， 因为呢，氢跟氧基本上呢都是属于非金属的元素，对不对？所以它们结合的时候呢，第一个会用。氢跟氧结合的时候呢，会使用共价键啊。共价键你们我忘记国中学过吗？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原子的最表面是不是电子？对吧？所以当两个原子想办法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策略啊，就是呢，我出一个电子，你也出一个电子，从此之后我们共同分享这一对电子，这叫共价键。这样可以想象吗？哦，所以好，以后你们化学上，化学老师谁？化学老师啊，哦，交给他解决他，哦，所以记得这种事情小细节交给他的啊，我们就谈那个后面比较重要的部分。那所以当两个氢跟一个氧，哦，形成这样的结合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地方两个氢跟氧这个地方会呈现一个夹角，哦，100多度。哦，那个数字是你们化学要去记的啊，生物不背。但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哦，这个跟会用到生物的特质比较有关的是，这样的一个分子，你们有没有学过对称这个概念？这种东西叫不叫对称？叫做对称。那得从看不得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
基本上呢，如果我们用一个假想的平面，这个假想的平面如果是这样子一切割，平面之上只看到氢，平面之下只看到氧，有没有对称？就不叫对称，对不对？但如果我把这个假想的平面转个九十度呢？转个九十度呢？变成是这样子的切割，对不对称？我们如果用这个假想平面切过氧原子之后，是不是两边刚好都各自有个氢原子，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在空间上面呢，其实是有一个对称的平面。OK 哈，但如果你把这个平面转成这样子，它又不对称。所以当一个分子它在空间上呈现某一种层面的不对称性的时候，你就要去留意到，因为水分子呢，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原子间的排列结合方式，会导致呢，它是一个极性分子。那极性这个概念呢，我先用一个你生活上很常用到的词，有没有听过那个水溶性、脂溶性这个词？OK， 那水溶性就表示有些东西容易溶于水，对不对？那脂溶性就表示有些东西容易溶于油脂嘛。好，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把水跟油倒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明明都是液体嘛，那你把它倒在一起，然后假设好心一点，再多一点剧烈搅拌，对不对？你会做这种？好。你也许剧烈搅拌的瞬间，曾经有那么一刻感觉它要均匀混合的，结果呢，你把它静置之后呢，没多久，上层还是浮上水还是油，油因为油通常那个比重会比较轻，对，所以会在上面，然后下面是水，哎呀，所以它最后还是分开了，表示什么？它们性质其实会有一点格格不入，这个其实是跟分子的特性有关，而极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一般的油通常是偏向非极性，水有强烈的极性。但这样的不同的物质，你硬是要让它们在某一个空间里面均匀分散的时候有困难。好，再加上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刚刚讲的原本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氢出一个电子，对吧？氢的那个外层轨运几个电子？氢的外层轨几个电子？它总共是只有一个，对不对？氧的原子序多少？那外层有六个 ，OK 吗？那如果它补满八个以后你们会学到补满八个会刚刚好。所以呢，原本的关系是说，氢出一个电子，我氧也出一个电子，从此我贡献一个嘛。可对氧来说的话不够因为它是六它的外面电子是六，所以要加到二它才满足。所以只好找两个氢来跟它搭配。好，状况是这样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要一个氧配两个氢的道理？可是问题是在于，原本是氢出一个电子，氧出一个电子，从此本来的目标是共享嘛。可是因为氧原子核对于电子的吸引力，远远高于氢的原子核，所以呢，常常会导致呢，共享电子之后，那一对电子呢，会偏向靠近氧的原子。而远离氢的原子核，那这会带来另外一个水分子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氧的附近呢，因为电子过剩，所以会使得氧原子核的附近呢，感觉上会偏向带有负电，因为电子什么电？负电嘛，对不对？所以原本呢，比如说氧跟这个氢原子应该共享一个电子，因为这电子呢被氧原子核吸引过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氢也发生相同的事情的话，这时候氧原子核附近呢，等于是会额外多了两个电子，所以它的电子过剩的问题。所以一般氧的附近呢，会明显比较趋向于负电。那氢呢，因为它的电子被氧给吸引走了，所以在氢的这个附近呢，它就会明显比较偏向于带正电。对，那你去想一个，这样看起来。还看不出个所以然，磁铁有什么问题？磁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磁铁一定都会有，看吗？好，
拿那个 N 级 S 级跟正负电这样的概念来去想象，如果你今天呢让两块磁铁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一定会用某一种方式吸引在一起，对不对？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是这样吸引在一起，然后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是这样吸引在一起，好，那你就用水分子的角度去想，这样就是把那个磁极换成是电的特性这样子。我现在两个水分子如果靠近的时候，如果氧刚好正对的氧过来，会发生什么问题？氧如果正对的氧过来，负电撞上负电，所以呢，对啊，就会使得这两个水分子互相排挤对方。对，如果转个角度嘞，某一个水分子的氧刚好正对着另外一个水分子的氢而来，白色这头带偏向正电，对不对？氧原子红色这边偏向在负电，所以呢，如果他们靠近的时候，反而是有利于他们吸引。啊，这个水分子仍然是它这个水分子，它也是自己独立是一个水分子。OK 吗？啊，可是因为它们相遇的角度的关系 ，OK 啊，刚好这个负电的部分对着另外一个水分子正电的部分，所以它们是有可能会吸引在一起的。那这个吸引力不差，还蛮强的，啊，这是水分子的另外一个特性。一个强有力的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氢键。啊，因为这样的吸引力呢，蛮常出现在含有氢的化合物身上，水分子含有氢。OK， 所以不只是水会发生这个问题，还有其他啊，只要有类似这样的现象的也会啊，就是呢，氢呢去跟某一个啊对电子呢吸引力很强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氮。学过，氯学过，啊，这种东西基本上氟就更强了，啊，同家族的，所以当这些特定的条件出现，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啊，对电子吸引力很强的这个原子去跟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就蛮常会有氢键的作用力发生。那氢键的作用力呢，其实可以让你去感受一下 ，OK， 因为这接下来延伸到你们国中应该谈过很多生物身上。因为水所衍生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举两个名词啊，先提一下，氢键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没有听过表面张力？有没有听过毛细作用？如果你手边有水，就用你手边的水；如果没有的话，用最快的速度想办法去弄至少一个平台的水分。然后剩下的同学，你们自己去切割一下，只要你们周边两到四个人，然后来找我拿一根那个玻璃管。不，时间有限。好，然后等一下，不管是谁来拿玻璃管，麻烦你务必小心，不要折断弄破了。弄破之后不要用手去拨，因为它那个玻璃非常薄、非常脆，我怕你不小心拨一拨的时候就插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几天之后才会再出来。OK， 赶快，就是你们，比如说这样四个人或两个人都没关系，就是你们赶快去准备，起码一个瓶盖的水，清水越干净越好，饮水机的最好，水龙头的就可以不要了。好，那你自己分工一下，自己周边邻居找一下，两到四个人就可以，没关系。然后玻璃管呢，有一头是蓝色的，你尽量拿的时候是拿蓝色的那一头，啊，另外一头尽量不要弄脏。摔破就摔破，但是就是不要让那个玻璃碎片割到自己。有吗？你跟人家距离太远也没关系，因为我数量够。所以两到四个人，只要你们方便互相观察。OK， 接下来找一下，看谁的桌面最干净。
然后想办法在你们的桌子上面滴两滴水，两滴口水可以，不是倒的，是滴的口水可以。看谁的桌面最干净，好，滴两滴水，不用靠太近，没关系。还没有吹玻璃管的，其实数量够。如果你们很难分享的话，可以再来拿，没关系。然后，
去接触某一滴水，但前提你不能压到底下，你只能碰到那滴水的表面。然后接下来呢，等你确定有碰到，因为碰到的时候应该很明显，那个水珠马上就会产生一个，就是你的手指尖，然后那个水珠呢就会聚成像这样子，对不对？好，接下来等你确定碰到之后呢，你开始把手指尖很稳的水平移动，绝对不能离开跟水的接触，然后慢慢移。好，移动的速率很简单，你只要发现整滴水可以跟着你的手指尖跑就可以了。好，所以你再去试一下。要确定整滴水会跟着你的手指跑哦。你不要移动太快，然后它拖的尾巴最后尾巴断掉，这样就不算了。
毛细管的内径啊、里面，外面不看，里面的话差不多是 0.8 mm。好，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尽量是拿蓝色的那一头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永远有一头是比较脏的啊、有一头是用过的。你现在把这支毛细管垂直方向，然后去接触你桌面上那一滩水，然后你可以轻轻的放在桌面上，留意一下这个管子里面的水位高度跟你桌面外那一滩水的水面高度。接下来，请你把玻璃管慢慢慢慢的倾斜，然后如果你有油性笔的话，你可以在垂直的时候，先在那个水位的高度先做一个记号，细一点的油性笔，然后接下来你把玻璃管开始倾斜。好，倾斜之后，如果你有办法去量那个水柱顶端的垂直高度。跟你一开始的时候玻璃管垂直的时候去量。OK， 我把问题丢给你们啊、基本上都不给答案。这些现象当中呢，啊、最特别的当然就我们一路从平面，对不对？水珠可能会聚，可能会塌下来。然后呢，刚刚用纤维，我们发现呢，纤维卫生纸里面呢是密密麻麻的纤维，对不对？所以纤维跟纤维之间呢应该有很狭窄的缝隙。你把纤维呢沾到水之后呢，这个水是会跑上来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管子来模拟这个状态的话，我今天呢如果是用那个波霸真奶的那个吸管，你现在插下去，你喝真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插下去就发现那个吸管里面的水位上升？当然它有点不透明啊、比较难看得到。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是用比较大的管子，会看不出这样的效果。还有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那个管子边缘？你们以前用量筒量液体的时候，都会讲说，量筒量液体的时候，要观察的是液面边缘还是液面中间。所以，当一个管子直径比较大的时候，外面液面的高度是相同的，留意一下这个地方的小细节。管子边缘这个地方，既然是透明的，可以让你更看清楚啊。如果你用以前用量筒的经验的话，应该也很清楚这个现象。OK， 所以大型的管子你完全看不出你现在所看到的管内的液体水分，竟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之下，它自己就往上跑了。所以想要看到这个现象的前提是，它必须是一个非常小的管子。所以大小之间有什么差别？回到这个平面，刚讲的任何跟水接触的这个地方，同时存在的两个作用力，第一个水跟水之间的作用力，这是氢键；第二个水分子跟它所接触的这个物体所在的吸引力，对不对？所以你去
想象一个比例上面的问题，当我的水有这么多，好，然后呢，水跟这个古玩子周边有接触，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呢，水的比例会远高于它跟古玩子之间接触的这个比例，对不对？所以一旦古玩子变小之后，有什么好处？我的水变小了，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啊，当格局缩小之后，有利于提高接触的比例。所以你现在环境变小之后呢，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吸引力，可是玻璃管壁跟水分子也存在一个吸引力，对不对？当你想办法让玻璃管壁跟水分子之间的比例可以大幅降低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效看出原来玻璃管壁对水分子的吸引力不算小。好，只是你一口气要让它把这么多的水，边缘就看得出来哦，旁边这边的水分子是被拉上去的，对。问题是你要管壁的比例比较低，又要拉动这么多的水有困难，所以当管径变小的时候，这时候呢，管壁玻璃管壁要拉动的这些水分子相对就比较少，所以假设外面的立面高度在这里的话，这时候里面整个就被拉上来，毛细作用。同平面倒立 ，OK 啊？那这些现象到底跟那个生物有什么关系？植物有一个构造叫维管束，你现在手上用的管子里面的内径跟大型的维管束的细胞几乎快要一样，好，还是稍微偏大，但已经很接近了 ，OK 吗？好，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让你用的是桌面，它是一个平面，你去想象一下，如果你用我现在手上没这个材料，糯米纸有没有用过？吃糖果，底下不是有一层那个可以吃的那个像纸的东西，淀粉做的，对不对 ？OK， 如果你现在呢，找一张糯米纸，然后在上面喷雾，让它上面马上表面沾湿，请问你去想用想就好了，好，用喷雾哦，不是直接淋水哦，喷雾之后，这个糯米纸它的表面呢，啊，有比较多的水分，底下暂时呢水还没有渗下来的时候，请问这一张糯米纸是这样卷，好，还是这样卷？往上卷还是往下卷？往潮湿的那边卷还是往干燥的那边卷？往潮湿的那边卷，看到没有？啊，那这个跟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运作有关系，就是你的肺泡。啊，好，下次谈这个问题。好，拜拜，下次再见。毛细管，如果你们想要留下来慢慢玩的，最后的保存方法，记得找一支笔，然后把它塞到那个笔管塞缝隙，要不然我怕破掉的时候你会划伤手哈。那如果你不想要用的，就拿甩一甩，然后还回来就好了。可以给你，但是就是安全的问题而已啊。然后有过来的同学可以证明一下，刚刚我那个杯盖的水现在已经往外跑了，刚刚。